你快过来看看，这里有一个马车，你知道这个马车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放在以前。嗯，以前时候公主会坐的这个马车。对对对。哦，大恐龙。对，公主和王子都在这车上，是吧？恐龙。哪啦？那啦，前面啦。我看看，哪有大恐龙呀？啊，哪啦？啊，那个上面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，好大的恐龙呀！假的。假的呀！吓我大跳呢。啊，妈妈。怎么啦？恐龙馆，走进去看看。不要去啊！那我和姐姐去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啊。我一点都不怕。恐龙都灭绝了都。对，因为小朋友们给我们加油了，所以我不怕。反正我能去里边去探索一下。我也可以。不过能不能让进也不知道。哎，不让进。不让进了呀。还有恐龙。是那里两个倒着的恐龙，是不是？人家不让进了，那走吧，走吧，再去别的寻找。哇，啊、你看这是大尾巴！哇、啊，这是个大狮子。妈妈，你看有个尾巴。我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呢。咋了？你看前面有个大尾巴，我疼了。真的是呢，你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动物啊？这个是妈妈。这还有幽签呢。恐龙在哪了？哇，真的是呢，好大的大恐龙，是不是？这是霸王龙。哎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你姐姐都找不到人了，有点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姐姐不会让那个大恐龙给吃了吧？没有。哎天哪，这个怎么办呀？这恐龙把你姐姐给吃了。哎，你看没有吧？那刚才还在我的屁股后头呢，这一转眼没有了。恐龙会不会把你姐姐给吃了？我天哪！宝贝，快过来！快点！这里有一个大洞，你看这个洞里边有没有姐姐？没有。你进去看看去。没有。你快进去看看，上去里边。没有呢。哎呦，你不去看看，那妈妈去看看。不行，妈妈好害怕呀。哇！哎呦，你听，哎呦，里面有声音呢。哎呦，天哪！你快上里边去看看，你姐姐被恐龙咬了吧？快去。小朋友们，给我点一个小红花就可以了。啊，你不敢去啊，小朋友们，你能给他点一个小红花吗？快去，走。救命啊！啊，这救命了！快去，拿来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哎呦，刚才个蟒蛇！我天哪，把你给吃了！哎呀，咬上我了！你紧跟着我，这一会儿功夫就没人了都。妈，那个蟒蛇缠着我脚了。来，我们三个人的手领着。啊，别弄丢了啊！再弄丢我可不管你了啊！